因为现在确实生意不好做，很多厂家都在想办法帮我们进行促销。比如说 for example 哈，就是 Dita， 因为他们去年开始做的这个亚洲限量版胶囊系列，虽然说它融合了很多 Dita 的这个经典元素，但是确实因为价格贵的原因哈，所以导致我个人认为是这样，就是你们就且听我胡说，虽然我觉得产品确实是不错，但是呢确实价格贵，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做了一个促销，我应该是昨天前天收到了吧，这是一直我都没好意思和大家讲哈，我觉得就是感觉好像有点去兜售他产品的这个一个情况哈，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专业的人哈，不是一个卖产品的人，迫于生计也没有办法，也只能卖产品。我跟你说啊，人可以不自量力，得厚道。如果说您购买了它的胶囊系列，即可以获得它这个1580，价值1580的这么一个皮质的手机套啊。你买不买无所谓，我给你们展示一下。然后呢，我先把它放在一旁哈。大概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大概买像这样的眼镜，这就是它亚洲胶囊系列，就是买这样的眼镜，或者是买，比如说像这些都是属于它的胶囊系列。当然它还有很多款式，这一款也是胶囊系列的。好，我带一个它的胶囊系列哈，给大家来参考一下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他就会送你这么一个盒子，挺精美的哈。Dita 不愧是时尚品牌，就是和一般的做眼镜的品牌还是有些区别哈，也是玩时尚的。好，把它打开，好，里面就会有这么一个皮质的盒子啊，皮质的手机盒，还是挺帅的，挺帅的，手感非常的不错。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logo 啊，在这个地方有个 logo。其实像Celine。去年我们和他厂家在沟通嘛，说，哎，他说其实买 Celine 的很多女孩，其实就是为了拿到 Celine 的那一个袋子，那个 Celine 的袋子还没有这个质感好，而去买的他们的墨镜啊。当然 Celine 的那个墨镜也挺好看的哈。然后这个呢，我为大家背一下哈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背着，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把手机啊这样放进去，啊可以，没问题。这里还可以放一些卡片，车钥匙也是可以的哈，可以放，没问题。啊，就是这样。可能看不太清楚是吧，看不太清楚，然后我拿低一点点， OK， 拿低一点点，好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。我是一个男士哈，所以感觉有点怪怪的，但是大概就是这么个感觉吧。所以有喜欢的可以咨询我们，这个东西不卖哈，因为如果你不卖眼镜，我可能还要跟他退回去啊，我具体我也没有去咨询什么，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，找我们家有折扣哈。 OK， 最后再说一句啊，从我这个视频发起之日，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嘛，这个写得很清楚啊，就是从现在起开始购买，从我视频发起之日开始购买，然后才有折送啊，之前买的是没有的，一定强调清楚啊，没有办法，就是这是官方的一个促销，不是我们给到的啊，所以我们也只有听官方的这么一个安排， OK。